今日收到寄俾 Larry 嘅包裹，因为 Larry 嘅后脚一路都冇力，所以我一直都喺度寻找一啲新嘅方法去减轻佢嘅不适。最后我决定试用呢张宠物专用嘅 PEMF 床垫，因为佢使用简单同埋效果显著。PEMF 嘅治疗可以帮助缓解疼痛、减轻炎症、缓减压力同埋促进愈合等等。充电之后就可以喺手机开启 PEMF 应用程式，拣选你想为狗狗使用嘅程序。入面有三种程式可以选择：缓解疼痛、减轻压力同埋加速愈合。设定好你需要嘅治疗时间之后，就可以俾你嘅狗狗慢慢放松。我而家每日都会帮 Larry 用30分钟，你都嚟试下 PEMF 床垫，等你嘅狗狗每日都充满活力啦！